我会轻一点的、啊。好啦，因为爱嘛。打是情，骂是爱。对，我好爱你。对对对对对。直接重点讲完，中文歌。骗子。对嘛，中文歌嘛，不是英文歌嘛，也不是台语歌嘛。不会唱，因为我就不是骗子。你嘴巴很厉害。没有啦，在他面前，我只是这样而已。他很会鬼扯，接受吗？OK， 下一题。你给我住我家鬼。干馍。好，那我知道了。鸡汤。卤肉。可是我觉得你卤肉还好哎。好。你自己处理哦。鸡汤真的厉害，这鸡汤真的。谢谢。打是情，骂是爱。对，我好爱你。月初。月初。底啦。你什么时候开刀？五月底。啊，我被打。分几个阶段的笑容，真笑、假笑、gay 笑、gay 笑。如果人家很生气，然后看到他的笑容，啊，就软掉了。所以你有常常因为这样软掉吗？我一开始是有，是外在的吗？还是内在？硬的啦，哦。好好好。哎呦哎呦！当然我蛮可爱的，卡哇伊。我是时尚，陪他大便。不下厨下厨陪我大便，我怎么会感动？不是每个人可以陪的。那你大出来？大出来、啊？他有时候在大便，他在我正前面。我在大便，你知道吗？我能离远一点。他就这样。对。哎呀，他会声音从马桶那边。我哪一个部位？你不一定，你有两个方式。你到底确定哪一个？身体。胸冲下去。他的脸就是你，你知道？对啊，他是暗示我说我帮他洗。你想太多，六分吧，太棒了，我这样才有，你才有成长的空间。对，不然你一次给我太多分，我都觉得人生没有目标。你本来人生就没有目标啊。